澳洲野火无情，幸运无尾熊逃生。这只小名叫做 K 小熊的无尾熊，圣诞节的时候从一场森林大火中逃出，独自在维多利亚省大洋路行走。K 小熊稍后被发现躺在路上没有意识，被消防队员救出。这则影片显示，一名善良的维多利亚省警察给这只可怜的无尾熊喝水，在网络上爆红，脸书上获得超过19000个赞。维多利亚警方称 ，K 小熊目前状况良好。这场森林大火据信是遭到闪电击中引起的，造成超过100栋房屋烧毁。虽然目前威胁已经排除，警方称火势目前尚未完全被控制。消防队员依然持续警戒当中，拯救更多从野火逃出的动物。